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嫩番茄色适合黄皮吗？番茄色的口红会被很多女生推荐，是因为真的非常好看。有人称这种颜色叫做草莓色，看上去像吃完草莓之后嘴巴自然流下来的唇色一样，非常甜美可爱。大部分的番茄色口红质地都非常的水润，基本上大部分的女生都不会拒绝番茄色口红的魅力。整体偏橘红色的口红上唇之后也非常的显白显气色，而且十分的衬肤色。这种颜色呢基本上不挑皮肤，无论是黄皮还是白皮都可以进行选择使用哦。